您所抽到的是第45首新四千集，诗文是花开今已结成果，富贵荣华终到老，君子小人相会合，万事轻急莫烦恼。这四句诗文的意思是花开今已结成果，过去的岁月努力有成，如今终于开花结果，可以收成了。第二句富贵荣华终到老，上天所赐的福报利禄很大，身份地位兴旺荣显，可以拥有富贵荣华延续到终老。第三句君子小人相会合，贵人与小人，帮你与害你的人都将聚集交汇在一起。第四句万事轻急莫烦恼，做好分内该做的事，一切随顺因缘平常心，其他的就不用再去忧虑烦恼。